打开腾讯视频 APP， 首页搜索“摆脱了衣橱”，更多精彩，边搜边看。你的衣橱会说话，叶赫那拉动画错。欢迎收看《摆脱了衣橱》。哎，我们上一期讲了静姐，静静的。讲静静的这个过程中，很多的话题，有一位小姑娘一直抿嘴笑，就是这位小姑娘，就选择不听，选择不听哈、啊。那你现在不听不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这一期你是一定要听了，因为 ，OK， 我们本节目由一抹去油斑、一泵洗发剂的蓝月亮机洗绝配与京东超市联合冠名播出。你觉得我温暖吗？太温暖了啊！那您把我捧在手心啊！谢谢优乐美的暖心赞助，就想把你捧在手心。耶、yeah ！我是你的优乐美啊！来了。OK， 打开腾讯视频 APP 首页搜索“拜托了衣橱”，一起打开衣橱说亮话，更多精彩内容、幕后花絮，来咱们腾讯视频全网搜，搜啥有啥，不信你来试试。好，为什么欧欧、哦哦、啊？为什么一直直勾勾的看着娜娜？你好珍贵耶！她漂亮吗？从上一期开始，你整个今天没有那么放，是不是？没有那么放，一直都是很矜持。你记得孙杨来那一期你的那个放、啊、笑都是嗨，就是这样笑的。今天完全就是很矜持的感觉，害羞。我觉得她真的皮肤特别好，然后。很干净的感觉，我。你觉得谁不干净？对呀、啊。我为什么你瞟了一下你左边？我比较喜欢就是收拾好的那种，真的很优雅，很就是这种风格的女孩子，很干净的感觉。可能她误会了，误会什么呢？因为我录过节目的知道我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你经常是跟她这样的吗？哪边是怎么样的呢？哪边是一个特别顽皮？他非常顽皮，像个小男孩一样。很多人说我平常也很像女孩子一样，正好我们可以做情侣，我们可以做情侣，做情侣搞事情啊？没有被亲测吧？你是什么话都要接一下欧阳娜娜的吗？就像嘛。这就是爱。好生气，反应好快啊！好生气。OK， 真的，他像一个小男生，他最喜欢就是招呼姐姐们一起跟他洗澡，然后还喜欢摸胸。你摸姐姐们的胸吗？每一个姐姐都摸，第一个下手的就是娜姐。那讲一下感受吗？每一个人的触感都不太一样。我想问一下，《偶像来了》什么时候才可以播出幕后花絮？哎，我开始不是这样的人，后来哪边就是他摸完我以后，我就开始报复社会，我就开始跟他一起走，我们一起吧，哇！静姐有点，我们要去就是攻他是有点紧张的，因为静姐是倒数第二个人。最后一个人青霞姐嘛，青霞姐是最可怕的，熬到最后一期才摸到。我的手可是镀过金的、啊。不是，你这是传说中的双手哎。真的，所以他跟个小男孩一样，但是我觉得哪边有一点特别特别温暖，是我印象很深的。他每次都会很认真的听我们聊天，有时候聊着聊着吧，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就是讲的人就会哭。你哭得最凶了。对，很容易感动。你会这样子、啊？哎，我们有一次哭成这样，很丑。然后哪比每次就是谁讲，他就会很认真的听，然后跟着哭，非常贴心的一个小女生。但是有一点我实在受不了，就是每次一熄灯啊，就听到他那边吃东西。哎，是不是？一直在吃吗？一直吃。而且他是怎么吃？他把自己的那个手机的灯打开，照着那个零食来吃。不是零食，有一次是蛋炒饭。啊？啊？而且他不长胖的。对，不长胖。不长胖，因为年轻啊，新陈代谢比较快。对，就像我这样，新陈代谢早就停掉了，你知道吗？但是他真的不长胖哎。对，没有，现在不一样了，就是
今年开始也是一样，吃一点就会长胖。刚才聊的也就是你15岁的事情，那就去年。什么时候？现在不一样了。那16岁，我们在座各位16岁的时候，大家都在做什么？静静16岁的时候，最想就是快点长大，赶紧离开那个地方，然后结婚啊，生小孩什么的。那个时候是那样想的。对，王老师呢？我已经入行2年了，开始学设计。我15岁开始正式上的纺织工业学校，已经第2年级了。16岁那年我已经出名了，是著名的塔罗占卜师。已经有报纸整一版的报道过我了，就塔罗牌这方面。然后就想着当高级时装设计师。你看看人家16岁。对不起，对不起，要不然坐我这位置好不好？郑颖。都在追星，偶像谁？蔡依林跟 SHE。你再把自己缩小一点，再小一点。其实我那个时候追的是何炅。我17岁就是想要当巩俐那样的。哇！哎，你这个时候好美啊，是不是？那个时候人见人爱。耶！像那个印度人额头，你看他的额头尤其像，就是比较有点很漂亮，对，比较窄那样，是真的好看。后来你睫毛去哪里了？就一直在呀、啊，是你自己睫毛啊？我自己的呀，好假呀！你俩打一下，要不然真的是我自己的睫毛。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毛啊？我跟你说，你看我的头发。就老觉得他戴的是假发，你知道吗？那既然大家已经看出来了，就是雄性激素那个。哦，成好成熟啊！哎，这个那时候脸好小、啊，哎、很帅耶！啊、瘦你再瘦回去吧。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要胖呢？如果我这么瘦，那真的现在其他演员。这有他们什么事儿啊？对啊，就给大家一条路走嘛，对不对？哎，你瘦回来嘛。不是谐星嘛，我觉得。谐星也可以很漂亮的。谐星也可以。你看我是怎么做的。哦。搞事情。搞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我16、17岁的时候，我的梦想啊，是当一个网管。全军主力。哦，因为打游戏。就是网吧里专门管理电脑的人，就我就可以上网，不要花钱。你就喜欢打游戏。那B呢？现在啊。就现在，哎，中箭了，有没有感觉？就感觉中箭啊！哎，大家一堆人回忆了很久，就是很遥远的事情，然后想让哪鼻回忆，就是现在。哇，这个很狠！哎，这个有没有更狠的？冠心病没有了。你今天要准备，待会儿要看那个哪鼻的衣橱了。大家觉得哪鼻的衣橱会是怎么样的？我想说，他这家教这么严格，感觉是。都是高领毛衣吧，所以衣柜一打开，里面一个 O 在里面，一直帮他织高领毛衣，在里面一直织高领毛衣。我爸真的不喜欢我穿露腿的衣服，就只要我穿短裤，他就不开心。出门，女儿啊，不可以允许有这种事情。就你女儿不能穿短裙，不可以。那如果女儿有一天把男朋友领回去，不可以。听到没有？谈恋爱不会谈恋爱。我们就来看一下。娜娜的衣橱，哪里的衣橱会说话？叶赫娜娜动八卦。他们现在弄的衣橱是我在北京拍戏的那个剧组里面酒店公寓的那种。哪鼻，这是酒店的衣橱吗？对。为什么那边还有一个衣橱啊？这是他们让节目组从台湾带空运过来的。天哪！我们就先开这边。好，来，1、2、3。哇哦！哇哦！都说嘛，真的呀，好多礼服啊，为什么都是红色啊？就是我音乐会的时候，我就会说，那我们这一次就穿我的颜色，就是红色，就是穿全部人都会穿有红色衣服的，红色围巾、红色帽子，然后去听我的音乐会。我特别理解，就像就我参加活动都会有赤赤蓝。工作人员可以撤下来了，谢谢。好的，好冷啊。
一下，这个是，这个是，这是小时候穿的吧？这个是我第一次做那个花童的时候，五岁就穿这么美的衣服。我这些衣服都常常会外借的，就有时候外借什么意思？因为这个衣服就是拉琴的时候穿嘛。那很多音乐班的学弟学妹就说，哎，那不好意思，学姐有没有那个长礼服可以借？那这些衣服有时候都会。会收钱吗？不收钱。不收钱。不收钱为什么要借？五岁的都还在这里。对啊。哎，你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因为Nabi经常有大提琴的那个独奏的演出。所以她都是这种大的裙子。林子亮，你看娜娜的衣服能估得出多少价？我能上去看一眼吗？可以。好。OK。其实我自己都不太清楚。30左右吧。30人民币吗？我一般后面有个算。没有吧？这所有的加起来吗？对，因为它有一些衣服是定制的。那么我们会把定制的手工费和这个概念放进里面去。那陈赫这身呢？5块吧。摸一下。因为这上面有很多那个Nabi的那个照片，都是一些各种各样的表情。所以我们来做个互动。好，好不好？来，我们准备一个板。Rabbit 上来之后，我们来说一种表情，每个人做3个表情。林子亮上来吗？娜姐说完你就做了。来，冷酷。王的蔑视。卖萌。卖萌不是惊悚。笑个屁啊，到你了。我行了，这游戏。来。看到Nabi的表情。啊，差不多可以了，差不多可以了。来一个，搞事情。所有都是放电吗？你疯了！你今天疯了！来，蓝色香菇，男生。你很懂香菇哎。对啊，香菇我懂啊。他不是不懂成语吗？你给他来一个。一柱擎天。我还是不懂。来，性感。性感。Sexy。王老师。应该帮我叫叔叔。开始，鞋拔子成功。月亮。啊，这可以，这可以，可以啊！黑人问号脸，哎，感觉身体被掏空。爸爸发现你打了耳洞。爸爸发现你剃了光头。好，谢谢。先看一下我们的，哎呦！我跟你讲，我们呢做的都是1:1，完全还原他衣柜的。然后那少了一扇门吗？对呀，的门就是少一扇。那里真的没有门的。这真的没有门，对不对？没有门的。这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我们要看他的酒店的衣橱啦。对。所以酒店就是这么摆的。我去剧组穿衣服的话，我一个礼拜才换一套。就是我去剧组，我就一个礼拜就穿同一套衣服，但是鞋子的话就是其他工作的时候穿。出门会带这么多的鞋？因为我明年才回家。档期已经排到明年了。一直拍戏。红。红，你红。你红，你红。就我想问一下，就这种鞋啊，腿万一没有那么长啊，就卡住啊？就卡住了。娜姐，你手上的那双鞋就是我毕业设计的时候用的鞋子。你看，都跟Nabi看，每件事情都要跟Nabi联系上，不用那么硬凹啦哦。酒店衣橱，我们刚才有看这个鞋，哎，这个我喜欢哎。Gucci 的。Gucci、啊、最新款的。嗯，那个我也喜欢。有毒。哎，不过你们看Nabi的鞋比较倾向于就是比较单色一点，它都是黑色为主，都是黑色为主的。这里有没有哪双鞋特别有意义的？啊，有，因为呢，
我不穿高跟鞋的，但是这是我的第一双高跟鞋，然后但是我现在也还是就这一双。你这双是什么时候买的？是录偶像来了的时候？对，就是去年暑假的时候买的，然后那时候想着就买一双好了，它就被我穿的那个都掉漆了。就像这种鞋真的是百搭的，我也是这个款式的鞋，就这一双高跟鞋，然后送一双高跟鞋。用你送吗？哦，已经就送了。哦，有高领毛衣，要什么我都送。哦，你变了。就是我觉得这双鞋特别好穿，它很。我在韩国买的，然后你自己穿穿看，你穿上你就傻眼。拖鞋吗？大姐快穿上去，马上傻眼。哦，傻眼。那这个鞋很舒服。哎呀，好舒服！你这样踩在上面，它会弹起来哎。它是软的，这上面。会不会太大？会不会太小？送我呀！不要送我，不要送我。不会啊，因为这个很可爱，我可以再去买这个。哦、不要，改天送个新的给我。看到，厉害啊！这个，哎，一出了，哇，那边的衣服好小。Celine的包包好像很难买。哎，这个包吗？这个是限量的。是怎么买到的？我拍戏期间你都没有时间逛街嘛？那你拍一部戏可能两个月，然后还有别的工作，所以我杀青完了之后，如果有别的工作要去国外，我就会买一个包包送给我自己。你多少岁开始拍戏啊？12岁。但是我童星哎，没有啊，我现在才16啊。你现在也是童星啊，你还没有到成人呢。哎，我4岁就开始拍广告了。真的假的？真的，4岁帮我家里赚钱，那个时候我可能没有什么意识，你知道吗？我被扒光了，穿上一个。天使的翅膀在那边飞。你这哪鼻的包包都是很那个。哦，你最喜欢哪个包？啊，哪个都喜欢，我告诉你。你觉得哪个最好看？比较喜欢红色的那个，因为那个款式比较基本，所以你穿一条高领。你好过分的。高领毛衣连衣裙。你真的是句句话都冲着他。对啊，而且句句话都高领。你游泳的时候穿不穿高领毛衣啊？我不管他要不要，我会送的。这是你的吗？这件是我的，但是这个是陈家班的衣服。我也有一件哎。哦。可是送了我一件是粉红色。这是成龙大哥送的吗？哇塞。所以你是跟他拍戏的？对，这现在正在拍。什么戏？打戏那种。不能说名字。可以啊。告诉我呀。问你拍什么戏，你说你拍打戏。啊，机器之血，它是一个科幻动作片。这个衣服应该是林子亮应该很喜欢这个衣服吧？好好看呢、啊，我喜欢上面的刺绣。哎，这个好好看，对，这个很经典，这个很多年了。我有一件是80年代的这个衣服。对，是啊，这个好好看呢、啊。娜姐就重复很多遍了，知道什么意思吗？不，没有任何意思。我不会问一个比我小的人要东西的。我比你小，下次你向我要衣服啊。这个是应该是静静喜欢的吧？对，我有一件跟他一模一样品牌的。哦，我觉得你也会喜欢这个。我也有，真的，知道吗？就这种毛毛的我也有。哎，他真的跟我很像。这个特别恐怖，他今天拿出来衣服跟我都很像，这种卫衣我都有。这个很吓人，你们的衣服会撞。对，在那个偶像来了里面，我跟丽宇真的撞到一个，就是已经到了，就是穿的样式。都一模一样的。最可笑的是，有一次你知道吗？他们俩连黑白的条的都能撞上的。那不是有一个特别经典的那个插刀的？他看了一下大家穿的衣服，坐在桌上吃饭，他说：“娜姐，我觉得幸好有你。”我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老觉得我穿的难看，但每次你都跟我穿的。啊！对，我想起来了，就这句话，特别搞笑。什么鬼？那我们看一下。哇，这是什么围巾？为什么？那我第一次看这个。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对，我们打包的时候会这样，但是平时不会这样。对呀、啊，平时不会这样叠啊。对啊。我也是在酒店住嘛。哪边？如果这个柜子真的是你平常自己收拾的话，我觉得你有强迫症呢。还好，我不是。你不觉得吗？我没有，有啊、我没有一点洁癖，什么都没有。但是房间还是很乱。但是我放到柜子里的时候，我得这样放。就必须要放它很。要，因为有一次我搬房间，然后就我的。
素萍姐姐啊，然后我的干哥哥啊，所有人来帮我弄衣服，他们就把我的 T 恤全部折好，然后全部把它重新弄掉，重折一遍。我的天哪！大家都有强迫症嘛？其实我没有，没有，没有。嗯、我反而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散乱的放在那儿，我特别清楚。我有一种很奇怪的强迫症，就是我去买东西，必须是那种够奢华的东西我才会要。哇、wow. ，就是。买什么东西都是，你这叫奢华症。对，如果有一样东西与极奢无关的话，我一定要从生活里面踢出去，不好意思，不能留。那你的卫生纸得用什么牌子？金箔，用金箔。我们是特别特供的，就是那个打金工坊是做了得有几百年了，专门为我们供黄金。金箔的、啊、对，打造金箔、打造银、打造铜是三个工坊。那你是金锭啊？哇，金锭，好厉害哦！金锭，全部都是贵的。可是你吃饭呢？你那种金米，有些设计师是去过我家吃过饭的，我的饭或者是那个菜里面一定要放黄金。就是放金箔，放鲍鱼什么都有，吞金子是中毒了。不会不会，金箔是可以食用的。金箔是可以的，饭里一定要有黄金。对，你们吃的米饭里面，去过我家吃饭的就都有黄金在里面。哎，我缺金，我到你家吃顿饭吧。可以啊，佛跳墙我跟你做。他会做满汉全席。我最喜欢吃的一个那个就是又配对成功一对，佛跳墙。你的强迫症是要把衣服都卷起来。我不能让我的牛仔裤放下来的，除非工作。说到那个哪鼻的牛仔裤，这就是很细的那个。这腿要非常美啊，真的是。他们说那个腰多大就是脖子多大。我们这样好吧？因为陈赫他今天跟我说他腿短，我不信。我们先让哪鼻跟他比一下腿。这个节目啊叫做黑陈赫，来，你要把那个拎高一点，你就不要再拎高了好吗？哦，真的很长哎。对啊，陈赫你比哪鼻高吗？没有，我们差不多高了。少来了，高度倒差不多高了。真的是，你先站直了，你先站直。妈妈腿很长。对，又细又长。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没有我长，因为我腿是从这里开始的。为什么只有裤子没有裙子呢？我想问一下。不穿裙子的。为什么？不喜欢穿裙子。比较男孩子中性风格的哈。而且有时候很麻烦，因为我会习惯把腿叉叉着做，就是我也不喜欢翘脚。我就是不是因为拉大提琴就是习惯了。你喜欢盘腿坐是吗？盘腿坐。我觉得女孩子女大十八变，真的是她到了那个年纪以后。他就会变得优雅。我不是，我觉得不是。其实自己在家跟在外面不一样，在外面肯定是这样，但是在家就是最舒服的方式。在家你穿睡裤、穿长裙、长袍啊。你管我在家里穿什么？你说这样是一个性格的女生哈，因为她比较男孩子啊。那以后找男朋友是喜欢什么样风格呢？盘腿的。合上了是什么样的？因为哪鼻现在不能谈恋爱，现在16岁。我很期待的，我很期待的。你看吗？他很可爱的地方，很非常直接。对，他一点都不说哦，我现在还小啊。对，他不会。啊，他会说我很期待。对，我真的。哇，他跟我很像。我说什么来着？我说我16岁的时候想什么就长大了，然后结婚生小孩啊。哎，那如果说啊，比如说现在的一些。我们一些比较年轻的就是很帅的一些明星哈，比如说有鹿晗、杨洋啊、吴亦凡呐、什么井柏然呐、陈赫呀，对。工作人员可以撤下来了，谢谢。陈赫没有啊，陈赫没有，没有没有陈赫，这些你觉得怎么样？因为我不认识他们啊，我只看他们长相的话，我就不知道。可以，来上道具，就等这句话来了，厉害了。啊！我把自己脚踩到了。这好酷哦！这样，你先选一个脸型和发型。哎，就先选发型。我的妈呀，都跟馒头似的。我不喜欢染发的。鹿晗。鹿晗。吴亦凡。这个头发，或是这个头发。那你就选一个。这个吧。好，眉眼呢？哪种眼睛？这个吧。哎，蛮适合的。
啊，适合。鼻子呢？鼻子，哎，各种鼻子。有点大。哇，好丑啊！这两个拼在一起太丑了。不如我。好了，我们娜娜的理想型今天出来了，想追上来的男生就赶紧往这边靠一靠，好不好？这样好了，这样这个好看，这个好看，给陈赫哥哥一个面子嘛，对吧？对对对对对。这是杨洋的眼睛，刘昊然的鼻子，哦，真的，对，陈赫的嘴巴。不要！哎，谁的脸？谁的脸？刘昊然的好像。哦，真的。是。总结一下，就是希望这个男生在后年娜娜十八岁的时候，快点来到她的身边，好不好？我们都在等你哦。我觉得欧欧有希望了，也不如我。欧欧，你现在用那张脸跟娜比告白。欧欧，你来，来，你过来了。他用缅甸语来跟你说，好不好？开始。娜比你妈嘞，娜比你妈嘞。什么？你妈嘞？你骂谁？你妈嘞？缅甸语。别打断我好不好？我要有 feel。啊。娜比，你妈嘞？不嘞不嘞。我那人家不讲，变得小讲你的了，真的嘞。大妹妹，那你妈嘞有吃着没？因为你是我的优乐美，就想把你捧在我手心里。给他呀！这个歌，这个歌。还有谁会方言的？广东话，广东话，广东话，来来来来来，到这里来，一二三，开始。脸盖一下。盖不住。哎呀，盖不住哎。娜比，虽然你又矮又木，仲中意其他男仔，即使咁样，仲系好中意你。因为你是我的优乐美，就想把你捧在手心。不要拿下来啊！一会儿他看不下去。OK， 好了好了，来郑颖，来，好，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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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闽南话耶，亲切的是吧？一二三，走。那比，虽然讲你戆呆戆呆，啊，够介意白的查甫，是讲安尼，我嘛是足介意你的。因为你是我的优乐美，就想把你捧在手心里。谢谢。你好帅啊，这嘴巴好帅啊！我觉得只有欧欧很走心哎，剩下这两个都是走心。呸呸！好了好了，我们现在要进入到了一个今天最关键的时候了。对，就是你要拿哪件衣服给我们的设计师，让他们来改造。哎，哪边要拿哪件呢？那就拿我小时候的裙子吧。是这两件啊？舍得吗？舍得。那娜比有没有想过在哪个场合希望他们把它改造成在什么场合来穿呢？都可以。我觉得呢还是定一个小小的主题。对对对。因为我在想呢，娜比如果到十八岁的时候，他可以第一次去夜店，当时说好是要跟爸爸一起去，对不对？我觉得就做一个娜比第一次去夜店和爸爸一起去玩的时候穿的衣服。那从桃子开始，我那个名字起了叫暗夜精灵，然后 Just Love No War。 其实这一次就是我想加的，除了暗黑的风格，可能有摇滚的风格，然后我还想加反恐的风格在里面。要把这个裙子做成反恐，因为现在这个是我们共同全人类要面对的问题嘛，所以我想借由娜娜就是把这个元素加在里边，就是呼吁这个世界多一点爱，少一些伤害。 OK，郑颖，我的名字叫做黑玫瑰，想要帮她做一件有女人味的运动外套。嗯，找的。我如果要做这一集的话，我可能给她取成一个叫瓶中精灵，让她能有一个就像一个展现的那种感觉。OK， 到我了。嗯，奔跑吧，哪逼？这背后会有名牌，对不对？We are family， 天霸。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偶尔也可占你的出气筒。好了，干什么了？我看到了娜比机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暗黑系的礼服，那么这件礼服我想取名叫 Medusa， 就是美杜莎，希腊神话里面那位蛇发女妖。谁看到你都会石化掉。哦，怎么说呢？
刚刚你在说的时候你要谈恋爱什么的，我真的有点感动到，就是你真的很蛮期待你的 first love， 所以这件衣服我就叫 first love。 啊好 first love， 哇来让我们一起手拉手迎接这美好的一天。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来感谢。你最想哪两位呢？选出的结果会在我们的设计师的面前的机器中出现，会是谁呢？哎，你叫 Steven 啊？哇哇哇！点名喽？有可能只是问一下。对，可能只是问一下。哎，不是哦。是你一等的情在不还有一个选好了吗？桃子，哎，我要问一下啊，你们两位这个衣服准备怎么分？我夜店嘛，我只要黑色。我也是黑色。你一半我一半好不好？我够了，我觉得那就 OK， 去吧，桃子，走。欧今天我觉得会有一些压力了，欧今天会用灵魂拼了，你知道吗？好了，现在是放狠话的环节了。欧欧，我只能说今天就用爱情来针对你了。抓走抓走。我今天会让你感受到温暖。桃子，通过这件衣服能够表达我的想法，我的态度，然后大家有共鸣，特别哪比有共鸣，我觉得就够了。OK， 接下来两位设计师和他的助理将一起在45分钟之内进行衣物大变身。45分钟对于他们来讲将会是一个极限挑战，因为浓缩才是精华，就像我们的金主爸爸蓝月亮，8克就可以洗8件。两位究竟是否可以在45分钟之内完成吗？让我们拭目以待。OK， 3、2、1，开始。好，我们现在要给哪比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场上 PK 的两位设计师啦。陶乌奇陶子是比较擅长街头潮流风格，他经常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 idea。 这是陶子第一次上台做衣服，陶子紧张吗？不紧张，很兴奋。第二位设计师呢，欧欧，就是已经是第二次被选中了，这次为自己心中的女神哪比做衣服，千万不要紧张。欧的特色是针织，会感觉特别温暖。那比平常会穿毛衣吗？对。OK， 那我们期待一下啊。需要一下高领吗？欧今天也是要做毛衣吗？我今天呢，就是想把我的一半也送给他，所以在衣服里面我会用一半我的产品，然后就跟他的衣服问起来。你说的产品是爱吗？不是，毛衣。是高领。是高领毛衣。去夜店怎么能穿高领毛衣呢 ？V 领毛衣。V 领是有 V 领的，这环节我蛮喜欢的，因为很期待。过去看一下，过去看一下弄毛衣什么的。我也想去看。这是什么料子？哦，皮革。你就要这两条啊？还有一半在那边，蕾丝一点点就够了，装饰。他们现在还都在拆的阶段。对，桃子好像一直在剪。对，剪刀手桃子华。毛衣，真的是毛衣哦。搞事情哦！你在搞事情啊？说性感吗？哎，有这样一个，我觉得女生的背后蛮性感的，就是我觉得前面露有点粗鲁，我觉得后面露蛮性感的。你这样让人家所有那个前面露的女性情何以堪呢？她只是指的是男逼，对不对？对对对，就是反正这件衣服是要给男。好吧，你救吧。
哦。搞事情哦，你在搞事情啊，说性感吗？哎，有这样一个，我觉得女生的背后蛮性感的，就是我觉得前面露有点粗鲁我觉得后面露蛮性感的。你这样让人家所有那个前面露的女性情何以堪呢？她只是指的是男 B 对不对？对对对，就是反正这件衣服是要给男 B。好吧，你救吧好自然，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没，只剩几分钟了，我来得及。Nancy， 帮我准备好那些袋子，要肩上放的那个袋子。好，桃子现在已经开始在衣服上画画了。天堂的画笔，一样是彩绘，桃子跟魔法王子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差不多。还有六分钟，加油啊，哦，加油。桃子已经快好了，你这样子在给我压力吗？哦，现在已经就是把这个蕾丝已经缝在了他的毛衣上面。还有2分25秒，加油，两位。哦，桃子好像已经 OK 了，帮我叠一下。哦，哦，你还在吗？啊，我还在，我还在。可以吗？可以。OK， 桃子，完成了。哦，哦，也完成了，提前完成。OK， 两位设计师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我们现在就请 Nabi 来试一下我们两位设计师的衣服。首先有请 Nabi 和哦哦，有请。18岁可以和爸爸一起去。哇 ，Nabi 好漂亮啊！好美。背面呢？这个比较性感，所以他不到十八岁，应该不能穿，先不要落。很漂亮哎，很美，很美。OK， 好，我们现在有请 Nabi 和桃子。哇，好帅，真的好看哎，很帅。你要转一下吗？哇，好可爱，后面有个蝴蝶结。老鼠，记住这种感觉，这两个衣服的感觉，记住没有？好，换回你的衣服，自己的衣服。来，两位说一下设计理念。哦哦，我刚刚说了，我会把一半我的产品也放进去嘛，所以这个背心是毛织部分。然后我说到我要一点点的性感，所以我在后面呢就做了一个深 V，
然后用了裙子那个上面的那个蕾丝边，然后这边用了一个织带把它绑起来，这样衣服不会掉下去。然后袖子呢是用了那个裙子的下摆部分，我用了两层，然后这边袖笼是空的，所以它可以放进去，因为这边还有一个细节，又是另外一种小细节。这种东西除非它动了手什么才会看得到，一般的时候都看不到的，所以我比较喜欢设计一些比较不太明显的地方，小小的可爱和小小的性感。对，来桃子，其实就大家显而易见，它是一件很 punk 风的一个皮马甲，我觉得它就是很酷，但是又会有一些很可爱的部分，所以我特别有帮它加一个蝴蝶结，因为如果去 club 里边去夜店，我觉得这个会特别特别抢眼，就是会被大家一眼看得到。然后特别的就是说我有在这个衣服里边加了一些反恐的元素，所以我这里会有那个 no war， 就是不要战争，然后这边有Why is still happening？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一直会发生，不一定是那个恐怖袭击，但是各种各样就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希望他们继续发生了。然后这有一个代表和平的小熊猫，写着 To Love。OK。现在到了我们那边选择的时间了。那边会选择谁呢？我觉得两个我都很喜欢，因为都是比较是我的风格吧，因为都是黑的，我就喜欢穿的黑漆麻乌的。对，但是因为我们的主题是等于说18岁跟爸爸去 pub 的一个衣服嘛，就是爸爸应该会比较喜欢我穿这个，但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件的。那这样啊，我倒数5秒，选择的那个设计师就请你向他的方向走去。5、4。好紧张哦，我懂你的感受。3、2、1。原来你是真的喜欢他，我今天晚上我怎么可能睡得着觉？这就是爱，这就是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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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你的印章了，你要给他一个胜利的印章。我这个镜子也是够了。恭喜哦！谢谢桃子，这个也真的是很可爱。感谢我们这所有的设计师，感谢赫赫，感谢大姐。好了，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金主爸爸。对，本节目由地图去油班一蹦洗八件的蓝月亮机洗绝配与京东超市联合冠名播出。好，还要感谢我们的优乐美的暖心赞助，你是我的优乐美，就想把你捧在手心。好，请点击屏幕链接参与，拜托了，衣橱和爱心衣橱联合发起的这个冬天不太冷的公益活动，为山区儿童送去温暖。感谢新浪微博、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狗输入法、QQ 空间应用宝、腾讯视频 VIP 会员、本来生活、滴滴快车、荔枝 FM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我们最后喊出我们的口号：你的衣橱会说话，夜色浪漫动画化。谢谢，谢谢。我不会英文。Hello,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my dear? Bye. 韩涛就是只会穿这个，里面啥也不穿。哦，真空吗？我真的什么都没穿。换得正酣。然后心里，是全裸吗？韩涛为什么会有马桶呢？就是你选衣服，然后中间想拉粑粑，拉会儿粑粑。爸爸，那是鞋吗？我知道这是按摩前列腺用的，一边走一边弄。我今天的设计呢，是有一半毛织，然后一半有梭织。我用了很多这些织带，因为我觉得有这些织带来打蝴蝶结，蛮女人味的，然后比较可爱。我们生活当中呢，会出现很多黑白，因为这两个颜色是经典颜色，黑色比较好一点。可是穿白色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这些被汗弄脏的啦，被化妆弄脏的啦，这些都比较难打理。然后我们很多都不太懂要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洗衣服的时候呢，不能
们把衣服先弄湿，衣服干的时候要把洗衣液先放上去，因为衣服湿的时候呢，洗衣液的成分不能接触到油污，所以解决油斑等污渍的时候一定要用蓝月亮的干衣浴涂法哦。这么好的产品在京东超市有售哦。